事，把荣耀归给上帝。谢谢王伟伦博士。上帝把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们每个人，真的，他是上帝的限量精品。我们在教会曾经说过，有另外一位叫立刻舞者，我们也曾经在教会分享过黄美莲博士的生命。我相信刚刚从他的分享，你们已经听到生命会说话，同意吗？所以刚刚你们唱的那首诗歌，它是上帝的宝贝。各位在座的所有的妈妈们，你都是上帝的宝贝。今天早上带着这个感恩的心，你应邀而来到我们的中间来听这个生命的故事。我相信不是因为黄美莲博士的过去发生什么事，或者他的家族曾经发生过什么事，上帝说过是为了要在这个人的生命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出来。愿你今天可以领受，愿你今天有一个大大的祝福在你的生命里面，愿他的生命的光和热你也可以有所学习，然后领受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你真的可以认识这位上帝。各位妈妈们，各位母亲们，各位弟兄们，你们快乐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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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真的喜乐。从黄美莲博士的身上，你真的可以看见上帝的喜乐。他真的非常喜乐，你有没有发现？看见他的生命真的有上帝的爱，上帝的喜乐从他的生命不断的源源不绝的涌流出来。今天早上我真的邀请你，如果你今天带着这样的感动，或者带着这样的一个领受，说这位耶稣我也很想认识他，好吧，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同从座位上站起来。我们不但要为黄美莲博士来祝福祷告，也为你自己祷告。如果你在你的心中是很想要认识黄美莲生命中的这位上帝，这位耶稣，现在就是一个最美好的时候，现在就是一个最美好的时刻。求上帝帮助我们每个人，是不是都闭上眼睛，是不是能够在上帝的面前邀请你们来为黄美莲博士祝福，让他的生命不断的传扬，也传递上帝的爱，传扬上帝的祝福，传扬上帝的怜悯。我邀请你们都闭上眼睛，把你的手来伸向黄美莲博士，然后来为他祝福祷告。然后我们就要来为你自己祷告。我们在这个音乐声中，弟兄姐妹扬声祷告，不要静默的祷告，扬声的祝福祷告，是要扬起声音来，让这个祝福能够流动在这个地方。扬起你的声音来，数到三，好不好？每一个人都开口扬声祷告，开声祷告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哈利路亚！来为黄美莲博士来祷告，感谢上帝的恩典，在他的生命当中充满了奇妙，充满了祝福。每一个人在他的生命当中都有上帝奇妙的恩典，主啊，求你继续的来恩待，主啊，求你继续的来带领。带领黄美莲博士，谢谢他来到我们的当中，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。主啊，你继续在他的生命中发光，主啊，你继续在他的生命中作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扬声起来祷告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耶稣，让他能够来我们的中间，激励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。他所说的、所表达的每一句话，字字句句都有能力，都有荣耀，都充满了上帝的爱，充满了上帝的怜悯。哦，上帝啊，求你继续的来怜悯我们的黄美莲姐妹。哦，主啊，她在各地的分享，各地诉说上帝的荣耀，各地诉说上帝生命见证的时候，上帝你大大的使用她，大大的使用她，大大的使用她。哦，上帝，我们在你面前特别的、特别的求你怜悯她，帮助她。我们相信，主，她是你手中的宝贝，哦，是何等宝贵的，何等有恩高的，何等的有能力的，带来了我们的在你面前的祝福。谢谢你使用他，谢谢你使用他。神啊，我们要来到你面前，弟兄姐妹，你为你自己来祷告。你今天听到了这样的信息，
听到了生命的故事的分享，愿你的心田说，神，我的心田可以成为好土，落在心里面，那个落在那好土里面开始发芽，开始结果，让我的生命可以发光，让我的生命可以被改变，也可以来影响别人，还可以传扬上帝的福音。上帝既然可以使用黄美莲博士，上帝也可以使用你。同声开口，一同扬声来祷告，为你自己祷告好吗？哦，哈利路亚，耶稣，赞美你，耶稣，赞美你，耶稣，谢谢你，求你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看见，看见神你使用我们的恩典，看见神你使用我们的，使用我们在你生命当中的这样的计划。主啊，谢谢你。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哦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主啊，你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今天这样的恩典和祝福里面，哦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使用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充满了上帝的恩典，充满了上帝的祝福，谢谢你，赞美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带领我们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一起祝福，说一声母亲节快乐，好不好？姐妹，对，来跟我们的小姐说一下母亲节快乐。哈利路亚！来，我们在这首诗歌当中，一起来归荣耀给神，来。